其实这里边也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啊。哇，这盘球打的有点太冒险了啊！特朗普这大的把握。胆子有点太大了啊！是。这样一下就白球，放。摔对了。哈哈，来机会了。的角度篮球，往下走，seven，好球啊！这右侧地带。fifteen。果然啊，脚了一个中袋，低杆蹭一下红球，回来继续做黑球。23。中低杆一个发力，好球。32。进。对。还不错啊，不错。高杆弹一库也可以。13。47。现在一定要稳稳的啊，先把分打。啊，可以轻推。53。打这一颗就可以轻推啊。好球！哇，好的，没问题。61，黑球打进超分，对，漂亮啊！梁文博今天比赛当中第一次完成超分，69，又回一盘球，能够让梁文博找到一个好的手感，是。梁文博，75。On the frame. 六胜制的比赛，现在来看第五盘球。小库看斯诺克玩转小台球里的大，一个沉底的防守。沉下去。碰到了咖啡球啊，看看准度，真准。哇！哦，白球可以顺势的到预想的位置，力量有点大啊。不过下边这一颗红球，好的。低杆可以。做黑球，27。球的啊，所以可以先做到这一颗。对，库是。好的，露出来。37。好，要了一个粉球的同一个底带。就中。
51. 好球，沉底防守。球需要打得很直啊，很正，才可以防好。但是力量轻了一点啊，白球并没有去。看力量怎么样。Foul and a miss.嗯，好球。只是这个为了宣泄自己生活当中的不满，对梁文博啊，这个、不断的恶语相向。嗯，说实话啊，这个2020年啊，出现了那么多这个事件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球员呢能有比赛打就很不容易了。想法很不错啊，他是想把这颗给滴干，也是同一个想法。嗯，但是我们看这颗球呢，就可以有这种跑球，跑的都比较厚。不好，这杆球实际上这样就给特姆普留下了刚才说的这颗球的机会，薄了。看看白球。哇，不错啊，直接一个低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别再走了。特姆普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目前为止，而且呢，世界排名第一，也是目前在总奖金上遥遥领先于胜的。17球的右侧底带。下球更好，轻推，看稳定性。上一个中低杆，继续做粉球。底带红球，低杆，一颗球，好球。够角度就直接叫这颗，非常好，非常。其实看打斯诺克里头啊，这种啊，同样是一个中杆斯登，好球，篮球，力量有些大，不过没关系。这个两库，看力量控制。接下来清一套27分，超分。哎呦，这球，看看长球，白球停的位置会更好的有枕手的位置，是。表情像是，看运气了。看看能不能藏到粉球后面的，不该拼的时候真的不要拼。这样的话，这盘球会变得极其的危险。嗯，极其的危险。选择就意味着承担。嗯，刚才没打进黄球啊，对他的这个影响了很多啊。嗯。14。哎呦，看看啊，准度是非常好的啊。这样的话，这盘球梁博非常遗憾的输掉啊，大比分来到了4-1。够准的了。
小特直接要防到绿球后面，但是做田鹏飞啊，去打这个职业赛事啊，现在也带动了很多中国的年轻选手，他们也都通过了，100名以内啊，中国现在有20多个选手，对的，几乎占到了1/3的这个份额。所以说，我们职业赛事里面去得到锻炼，是。其实中国斯诺克的整体水平现在在世界上，我觉得陶山老师在开玩笑啊，这个是实际的数据和这个板上钉钉的世界排名摆在这里。对对，现在只有英格兰苏格兰的球员啊，参与业余赛事的人数啊要比中国的球员多。97年的赵新彤，他的世界排名也在第29位。对，像现在正在比赛的梁文博属于第33位，排在他后边的肖国栋包括你像这次比赛现在发挥得非常好，是包括鲁宁、徐思、徐思通过几年的这个职业赛这个洗礼啊，确实也是能够在这样大型的9个人，也相当于，小1/3了吧？这个球必须要避过靠近边库这颗红球啊，打得真够薄的，他也是挺狡猾的啊，他没有选择那个组合球。要拼了，好的，嚯，漂亮，打好决心，水准和实力，再来看，镜头都没有捕捉到，其实，因为从这个角度看是。是很难看到这个球杆是不是碰到红球或者白球，看看能不能扎进黑球左侧这4颗红球堆里。力量不好，角度不好，是。和道德水准的一种体现啊。哎呦，这边又是要罚分。他必须要尝试着避过咖啡球。好球，嚯，还是很可惜啊，这球也不容易啊，机会去 K 球，25，好球啊！就中，32。好，好球，
颗。15。好球。23。停下来。角度有点太大了。Liang Wenbo, 28。哇！梁博还是很敢拼啊。嚯！Liang Wenbo won. Just trump four. 1。真是替他着急啊！好不容易拼进他大角度的长台。推杆。推杆做篮球。14。分。20。27。1。还是要想办法去给小特做斯诺克。嗯。8。Liang Wenbo, 8。哇，形成了一个反调啊。Foul. Just trump four. 这样的话这盘丢掉。